我看你今天化妆脸上贴了胶带，是为什么？对，真的时尚潮流，就画的细致，就是当代，当代艺人化妆师都内卷，就习惯一半一半画，让看姐妹画的有什么不对称的地方，就是展现技术和功底的一部分，是吧？对，无时无刻不在内卷。这次的传统是没有的，但现在我们的蛋卷都贴了。我这边也不是黏黏的，还有假睫毛。估计现在贴到脸上的感觉也跟脸不一样，湿漉漉、凉娃娃的，是不是？真是。微微正，对。你的右手。骗子在哪里？骗子在那里。哦，单独放，骗子单独放，对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